监控都拍到了，你抵赖有什么用啊？真的是他先泼的我的。你干什么呢？人家先泼你啊？不是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两个。可以先出去了。玄珠是吧？听说你回来了。姐夫。妹妹，自己回家可以吗？跟他一起走吧。杨同志，我们小区有人闯进来，你们快来呀！徐主任，别动我，别动我！朱万生，徐少凯，徐主任，我们这是徐主任，你给我出来！徐主任。谁放他进来的？我拦不住他。冲我！朱文哲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再敢让人骚扰我们家念梅，我就豁出我这条命，我也饶不了你们全家。你还敢来威胁我们？应该是我们去找你偿命才对。好，找上门来是吧？行啊，你有本事你过来呀！我哎，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我告诉你。你要敢进来，我他妈拍死你！信不信？老张，你别吓我！老张，别让他进来！别吵了，别吵了！什么情况？就他是吧？对，带走。走，你也跟我们走一趟。